川普籲中國嚴守中國與北韓邊界。美國總統川普21日敦促中國大陸與北韓維持安全的邊界。川普是在川金會預定6月12日舉行，且美國正與中國致力達成貿易紛爭協議之際，發表他的這項看法。川普推文說，在協議達成前，中國必須繼續在與北韓的邊境上维持强大与牢固的力量。我要说的是，近来边境变得容易渗透得多，而且很多正渗透进来。我希望限到渗透这种事发生，而且希望北韩非常成功，但是在完成签署后，